多高啊？我这一辈子达不了，做不了那个打戏演员，真的，以我的脚抬不起来。这把上当金刚影，我们家上当是剑姬，这把的话我的剑是教你们一下，这把我们的思路是正常的话选的，因为他们下路抢不了二级的，百分之百抢不过的，下路一定会被推线。但是我们这把又想去搬到中路跟上路，中单没有位移嘛，我们家中路二级的话就可以去打出闪现了，但是我们又怕对面打野两级抓人或者三级抓人，那所以说我们第一个眼位要给这个地方，防止打野两级去抓人，等一分一十秒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一分一十秒的时候我们给个眼，给完眼之后我们再刷自己的上面野区经济，那第一波我们可以顺手刷上去，能保金刚影的同时三级又可以抓中路，一级我们学 W。搬英雄的话你可以搬豹女啊、瞎子啊，怕自己怕的英雄，不好打的英雄搬这两个，然后 BUG 的话呢你们在设置里面可以调一下，我刚忘记教你们了，刚看肚子去了， BUG 的话在游戏键游戏设置里面将这个调点开点亮就好了，就可以调 BUG 的。大招还剩三秒钟左右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切一下形态往后带一下，等一下朱贤 Q 了，好，这个时候不用管，打另外一次，等一下个 W 全炸死。带征服者的话，因为对面是赵信，上当剑姬，这把我们考虑做推推棒，上当是有带点燃的。赵信的话没有露头，我不知道他是上开还是下开，我们从侧面过来一下。预判闪摸一下蜘蛛前克，好，这一起来我们提前下来就好了，老季的话赵信在下路很好，那我们可以进对面野区，我们把这个点一下，老板有个经济收一下就好了。一步出来的话就刚刚我教你们的设置啊，你们调个设置就好了，他在我们野区我们不管，他刷了一个青蛙但没刷我蓝 buff， 被锤子给赶走了，那我们刷两组野怪就好了，上单的话是没有点燃在的，我们继续刷这个野怪去升四级，四级的制度就是自变了，就打架很猛，有两点 Q 的，上单是没有闪现的，但是中路这边的话我们要往中，哎，看到没有，又进野区的，这波我们往野区这边靠，先选的 E 上去，先给 E 钱，他必须要交闪现，不玩控制的，我来了，有 Q 吗，先 QA 一下，这时候给 E 钱，没中的话直接站着不动打就好了，先闪现过去不起的，他必须要交闪现走，先给眼一他身上，然后继续一他就好 AQ 一下，好，交闪现走了，他没有闪现，下步就好针对了，把这些野怪进行收一下，继续补等级，一不出来的话呢，这个游戏看到没有，点开选项，选项的话点开游戏，然后之下这个勾起来就好了，把这个点亮，点亮就可以了，上路核心还没打，我们得考虑回家了，去打那个草丛了，这边给上路点信号，让队友小心打野，我这不也得回家了，
回家出完装备准备去打草丛，这上头要小心一下打野。我们法穿鞋戒指，然后卖这个装备，然后出一本魔法书，我们直接往上走。这边 A 一下就好了， A 一下他死掉了，赵信死了，然后再死一个可以的。这波他们越不了的，因为前我们家上单优势太大了，他没有让兵线进去。那赵信这波有点太着急了，心急吃不了嫩豆腐。出装的话你可以根据经济条件去出的，出装没有固定的出装思路。这波我们直接打草丛，第一个草丛很脆的，打完草丛的话我们这边被动可以点满这个极速天赋。现在极速天赋的话草丛是有 BUG 的，可以看到几乎只一个一瞬间就可以点满了。好，招数卡到再把这个打了，12%了已经，注意一下。把这边的一个青蛙收一下，因为他野区是没有收的，他直接去硬约上路，可以让上单把兵线带过去，在这里的。先砍下视野，直接给一技能，先 QQ 打一套 ，A 的时候可 W， 啊，跟着他就好了，没关系的，再 Q 一下，我们继续追就好了。他交技能走，我们就不急了，因为兵线进去，他这波很伤。我们放 W 恶心他一下，我们不需要去杀他。好，他把 W 给交了，那就是这是可以有机会可以杀他的。逼他身上躲防一打伤害 ，A 两下一个 Q。我真是服了，他那个被动回血的。这有点蹦了，他这个破绽回血了。虽然我这波死了，但是他其实也挺亏的，因为他没有加速出不来。我其实就恶心他就好，没必要去硬杀他的。我是感觉可以秒他的，他这个破绽回血了。虽然送一个人头啊，但是兵线他很伤，是不是的？他这不还要往前带的，那往前带我们可以过去看一下。等一下金刚影的一技能够距离，这边先 Q 一下 W， 这时候翻一技能 Q 一下 A 的时候和 W， 还有闪现的不要让他打破绽。这边把这视野排一下，他刚做了眼的，打野刚打完野怪没关系，他只要敢再打这个蓝 buff 我就把他杀了。他整体的伤害没有高的，这边选了一他身上站着不动 A 就好了。接着话再把野怪经济收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强势啊，不需要什么符文天赋，我们还是可以打出很高的伤害，先以防万一躲个大招好一点，怕出意外。这一波的话呢，我们不太需要去管上路，我们需要回家把装备更新一下，好像可以直接把上路给越了。先选了一他身上，不要放技能，他会放技能的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先 Q， 人先 Q 一下带走。他这波不踢就可以了，他这波没有卡好这个时间，然后踢了一下，把自己踢死了。他不需要用E啊，他都放到 W 了。
嗯，那对，把 B 线带过去，带过去我们可以直接秒的。拉丝是有闪现的，要不我们直接打曹冲是更稳一点，反正赵信他已经玩不了了。那我们把曹冲打一下。怎么改？施法改回去跟以前一样是吧？我教一下你们。这边的话有个设置，有个游戏，看到没有？有个选项，往下翻，翻到最后一下，把这个点亮就好了。就是热键里面，然后点最后一个，然后再翻到最下面，点最后一个就好了。就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推特棒躲一下，买个眼，往下走。现在我们可以去搬下路了。上单的话带线基本上这把已经无敌了，我们这把的话就是让上路这边对面上单带不了线，不要让赵信去抓到上路去滚这个雪球。他的话带是重任的，打架很弱，他 1v1 也就不可能打过我们的。对面赵信没有大招的，这波我们可以往下赶，看一下我们锤子能不能勾到人。来勾勾勾，不行得走了，直接给一直预判一下，一套直接秒推对方撞死，然后往前走。这边要慢慢追，但是不能硬追。等下周前 Q 好，我们先 Q 他就好了。不是吧，这都没 E 到啊。哎，我紧张了这个 E。这不是必杀的，他我就是要等，因为我故意把 QQ 拉没的，我就去征服者，我知道他肯定要回头打我的，他只要回头打我一好了，反手一倒 W 变蜘蛛 Q 直接秒，结果没一到。思路没问题，就操作有问题。我不需要躲赵信 W 啊，因为我就算我就是硬吃他技能我都能一打二，我直接躲他 W， 他开疾跑跑我追不上了。拉一拉线，又想杀两个，上路被单杀了，先 Q 他一下 W， 这时候给一起的一起把他一躲了，天跳下去我们直接一就好了，然后推特半过去不起的，这波好像追不上了，先 Q 去征服者，然后 A 一下再 Q， 再给他去征服者，又没出来。也不出来了，不能搞不能搞不能搞，这把优势局的，别被我搞输了，不死了不死了。新版本天赋都可以带的，赵信做幽梦的爆发很高，但是他的缺点就很脆，这不可以打的，马上砍他。再试试吧，有点细啊，第二阶我们出影焰了，
所有人都必须做出牺牲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小羊刷新了。对，这剑姬这英雄小干一下上去啊，赵信在打小龙我们也不管，一闪把这反打拆一下，好打小龙，上面野区全被反了，被反了一个，回家把影焰做出来，有影焰的伤害就够了，影焰做出来之后的话跟 ADC 去打，跟那个上单去打架，记住。我们开始，我们要把视野排一下。他们有没有小鸡啊？看一下，没有小鸡。我想刷个小鸡，把蛋升级一下的。那个在下路的，没闪现。蜘蛛一不出来的话改一下设置就好了，我知道是什么前途。好勾，我们接一剑一透秒，这波不要打了得走，他们要打红 buff， 我们的话去刷这边野怪经济，大龙要刷新了，然后可以让金刚影带，我们的话就可以准备去动大龙，把蛋先升级一下。金刚影现在 TP， 他现在当代是无敌的，面具跟峡谷被动可以叠的，一个是加8%还是10%去了，一个是加8%，一个是加6%。每一张网都是一个节奏。等20分钟之后把这边红拿一下。现在就是等这个大龙刷新了，下一个装备的话我们就是考虑去做面具的，增加一下自己的一个就是容错率，然后跟持续伤害，因为我们已经带征服者了，征服者也是持续伤害的。人贤溢不出来的话呢非常简单啊，你可以调一下这边的设置，在游戏界面里面，然后这边点开就好了。这不应该在大龙这边做视野的，他就下路边做事也没什么意义。
跑龙拿一下。这不得先撤一下，他要打吗？可以的，先推的半步直接给一起了，一招信了，一起把这大刀躲了，他没有大刀 AQ 直接秒，一波了。不是改那个设置，只要勾到一个设置就好了。我再给你演示一下，注意看啊。等我回家吧，不急。每次回家我帮你们演示一下，接能先 Q 一下就好了，他跑不掉的。先杀这个纳米，一起还不起的 S 小猪咬死了。我的天，这伤害我是不是应该交闪现的，他没有 S 一个被动。你看啊，你按这个键，按 ESC 键盘的右上左上角第一个键就好了，按了之后可以打开这个选项，然后点开这个游戏，游戏的话你往下拉，看到没有，拉到最下面，好，不能拉了，这边有一个显示推荐打野的下面一个，将技能施法的目标位置限定在最大范围，点开这个就好了，这样就可以提前 E 的反面去做一下。巫妖之祸的话可以出的，但是我们带征服者这个天赋做巫妖之祸有点拖，后面可以出，等你把法穿出出来之后你再考虑做乌鸦之火。现在我们可以推下路，就是如果说你在这，比如说鼠标对着这个地方是可以翻译的，但是你鼠标对得很远，像卡最远距离移是移不出来的，它必须要走到范围里面。点塔，先推断朱贤哥，然后先撤，我不砍塔，还有一剑可以回去的，这边选一他身上，先闪现，不需要的，那我们只要杀这个，先 Q 一下，慢慢走，慢慢追，慢慢追，哎，往上一，已经死了，把这个线推过去。一波了，先给一群预判一下，没中的话我们继续推，推塔推塔推塔，不杀人，小蜘蛛现在的话呢，像峡谷啊。